那你开车8分钟，你觉得行不行？那你看在哪开了，如果在高速上的话还行，要是在国道上的就没救了。盘点听不懂的满级语言。先生，你的前门没有关好。你看，看着我司机了吗？嗯，没有，我只是看到两轮胎。妹妹，我问你个问题。嗯，你知道女孩子结婚有什么用吗？嗯，给自己找一个终身伴侣。啊，不对。那没什么。有个鸟用。哦。不懂就要问，俺就想问一下子，就是你们开车上高速的时候，还没下高速，车就开始漏油了，你是加油门呢，还是让车休息一会儿？一句话能让男生瞬间不开心，你不行呐、啊！你做过最疯狂的事情是什么事？说我男朋友不行呐！昨天晚上我鬼压床，下来弄得我浑身难受，睡也能睡醒呀，我不能陪你骂呀。那我自己去呗。不是男鬼还是女鬼？那女鬼的话，男鬼我鬼大。我知道，男鬼。喂。你昨天晚上是夸着什么的？我自己压我自己啊！我。你趴着睡觉是男鬼，不是你自己压你自己。你真不懂假不懂？我没有听懂啊！我趴着睡的啊！你趴着睡的、嗯，你说是男鬼还是女鬼？说自己压自己，不是自己压自己了。男鬼啊！你自己想想吧，别在这不懂装懂。怎么蒙我了？问了我中国老公，他爱不爱国？你好。你爱不爱国？怎么爱老公？怎么爱？好，你居然问我这个！他为什么要关灯？你进来你就问我了吗？我就问问他。你一进来应该问我，问问他。那不他不正好趴在这儿？那我不是正好也趴在这边吗？他身上有毛。我可以有啊。今儿让你录个够，王二胖，就咱两口子今天喝的开心，婷婷就问你一件事儿，咱俩结婚这么多年，你有没有欺骗过我？婷婷，我告诉你，人无完人，人说这辈子说没撒过谎，没骗过人，不可能。行，王二胖，你就能说出人无完人？婷婷就对你刮目相看，完了你就说出一件让你最忏悔、让你觉得伤害婷婷最深的一件事就行。我是感觉骗你最深的一件事，婷婷我就告诉你，能美容。我就是这件事我骗你。能美容？啥也不用说，婷婷。王冷，我他妈给你掐死！王冷，我他妈掐！少女要钱，少妇要命。你看我们两个想要啥？这款耳机它能做到20的音质，但是你不用进去，还不用进去，你有进去的快乐。今天这个耳机，我怎么回事？去久了你也难受，放耳朵里面放那么久，你耳朵都发炎了，那你有的时候把它拔出来，拔出来之后，哎呀，好难受，听不到音乐，怎么办呢？你戴一个这种不痛不痒的，听不到音乐，而且会比进去的那种时间长多。进去的耳机是不是也就2个半小时左右电？今天这个耳机是你自己的操场练习的，你无论
身运动的有多么离谱啊，他是八个小时从满电都八个小时，你说这个时间是不是很累？只能时间长多了。进去还是不进去？不进去，不进去，但是有进去的音质。杨儿，你没有头巾，这个门前都是你的，你要是接不住，晚上请我吃小龙虾。行，你说啊。我赢了。你有没有什么用大头？不是你那个。哦。